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，真感谢老三牧师的邀请，所以能够回来来本堂啊，跟大家见面讲道。今仔日的题目吼，我相信咱台语这个查经班吼，咱讲遮久，叫做 workmanship， 你知影吼？真教授一再讲这个。workmanship， 哎，人说我得准备这个道理，准备了，啊，想要讲，但是拢无机会他来讲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叫做上帝杰作品，杰作品，吼、哦，真侪艺术家创作真侪的作品，当咱到艺术馆去看的时，咱看真多真多作品，敢是安尼？但是经过一段真久的时间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作品是哪一个艺术家所做？特别是杰作品，意思是讲艺术家的代表作。咱知影《蒙娜丽丽莎》是啥人做的？达芬奇。啊、哦，微笑哈，蒙娜丽莎啊，啊，咱知影这个 Starry Night 哦，我暗时拢有遮些星哦啊，真水哈，到四粒啊星呢，这是 De Gaulle， 啊，咱来去迄、那个去迄个梵蒂冈，咱会看到啥？这个 Creation of Adam。人为的创造，这上座的米开朗基罗哈，这作品都是艺术家的杰作品。当然，伊还佫真侪好的作品。今仔日我问你，上帝杰作品是啥？有人讲吼是 Rocky Mountain，Rocky Mountain 真水啊，特别是 Canada。我去一届过，啊，今年吼啊，要过去，要坐火车去。遐有一个叫做易进府，你唔知啊？啊，易进府是迄个咱台湾作家吼，东方白上海上欣赏，伊甲这个易进府乱来，当伊写浪淘沙的时。伊失恋，破病三年，意境很华丽。尼加拉瀑布，啊是迄个 Grand Canyon， 这些东西，上帝所创造。咱来读一句圣经啊，啥诗篇十九章第一，咱用这个国语来读哈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。公昌传扬他的手段，那来看英文哈 ，The heavens declare the glory of God, the sky proclaim the work of His hand, handiwork。保罗讲，这就是上帝的作品，所以无敌奥秘、无敌伟大、天上的美丽，这是拢上帝。的荣耀是上帝手中所做的作品。咱来看咱的身体，真侪医生甚至也是因为安尼哈。来看咱的身体，咱的身体的 cell 都几亿的 cell， 啊，每一个 cell 佫真侪的 atom 该组成，我佫几亿的佮组成。啊，每四五秒钟，都有5万的 cell 死去，都搁5万的生出来。咱的血管啦，咱的这个神经啦，咱的这线拢甲连连起来，是75,000英里，会当射地球三年。上帝创造宇宙甲人类，是启示上帝创造的荣耀。
但是今天所读的圣经跟咱讲，保罗跟咱讲，讲人这是真正上帝的杰作品。啊，拄在玛莎讲了对哈，人是上帝的杰作品，但是唔是人人拢会将叫做上帝的杰作品。今天我要来讲就是，人要叫做上帝的杰作品，要有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咱必须和上帝在咱的心中工作。咱讲个上帝，拄则所读的圣经就是讲，上帝救赎恩典。今仔日咱得到这个恩典，是安那？是那上帝要给咱这个恩典，因为上帝在咱的心中。有伊的计划。第十节，伊讲咱原是伊的工作，请注意吼，上帝的工作，伊的工作，就是人是上帝的工作。讲到这个工作，圣经当出现两解，佮另外一解就是伫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伊遮无写吼。哦，我们来做一读吼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作之物是啥？就是上帝所创造宇宙万物，咱有会当看到，有会看袂到。但是各项宇宙所做的物，就是上帝的工作。咱原是上帝的工作，英文叫做 workmanship。啊，咱知影曾教授讲出一个 workmanship。所以中文有会翻译，则甲翻作。杰作品，人是上伟大、上奇妙的创造，因为照着上帝形象甲样式来做，而且呢，上帝将伊的气、甲伊的生命放伫咱内底，所以人才做有尊严、有上帝的形象、有上帝的生命伫内底。可惜，人犯罪了，失去上帝。放在我们里面的灵命也失去上帝的恩光，所以我们就哪来哪对了，因为这样上帝要恢复我们原来创造人的目的。各位朋友过来想，上帝创造人的计划是什么？就是要荣耀上帝，要彰显上帝的荣耀，经过救赎要让人恢复上好的杰作品，就是有上帝形象的人。有上帝形象的人是生做什么款呢？就是人有上帝恩光，有公义、圣洁、慈爱。第二点来讲，咱原是伊的工作 ，workmanship。是上帝的工作，所以咱是上帝的器皿、器具。伊的目的就是要咱去工作。所以简单讲，原是伊的工作，就是 workmanship， 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讲，上帝要用你去工作。所以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荣耀。第二点呢？就是照上帝吩咐完成上帝的工作，那安尼咱必须成做上帝手中的器皿甲工具。要成做上帝手中的器皿甲工具，咱必须和上帝来甲咱工作。咱着听有无？其实这是基督徒灵命上重要的地方。上帝若无你的心中工作，你的灵命未忠贞，
这个人若无互上帝你的心上工作，你就袂当成做上帝合用的器皿器具。各位，咱过来想一点，咱袂当凭着一个人的热心才能学问，都互一个人去服侍教会、服侍上帝。伊若还袂得救呢，伊要哪知影上帝的意思旨意呢？假使伊若得救，伊已经死了，但是伊无愿意和上帝你的心上工作，伊要哪成做上帝的器皿？摩西40岁的时，伊要凭伊的热心，伊要成做领袖。要带以色列出埃及，40岁，身体勇健，有学问，有带兵的能力。迄当阵啊，你若要找一个领袖，无人会当甲摩西比。上帝安怎讲？你的时间还袂到。是啊，上帝讲这个，讲你的时间还袂到。因为那时候他们带以色列出埃及，他是凭他的学问，凭他的能力，是照他的意思。上帝说，你要再去米甸的旷野所在，在那里40年，饲羊。上帝要你的心中工作，等于40年以后，伊才做谦卑、顺服、温柔的器皿，上帝就当用伊啊。所以咱若要成做上帝手中的杰作品，咱一定要顺服上帝伫咱的心中所做工。是咱教会讲做初信的人袂当做长老执事。因为初信的人，上帝还佫无一段时间在伊的心上工作。咱若无愿意上帝在咱的心上工作，咱就无办法成做伊的工作。这次数一定要对。你要为上帝工作，上帝来在你的心上工作，这次数一定要对。先祈祷，再望圣工，这次数一定要对。上帝、家庭、服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次数。上帝第一，家庭非常重要。家庭若无好的见证，你要安怎来服侍你的教会呢？第二点，要成出上帝手中的器皿，要有两种心态。你才有讲过，第十节顶边有讲过，在基督内底造成的。在基督内底造成是什么意思？你的工作，你是在基督内底造成的，那什么意思？第一，就是将主权交乎上帝。咱原是伊的工作，这句话是讲咱唔是属于家己，咱是上帝中介将咱救赎出来，是属于上，属于伊。所以上帝是咱身上有绝对的主权，咱是主的仆人，仆人要照上帝主人的意思去做，唔是仆人的意思。罗马书14:9-10，咱来谈。我们若活着，是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咱的保罗是上帝的器皿，咱知是伟大的器皿。所以，真正基督徒的人生观是啥？无一个人为家己活，也无一个人为家己死。因为咱不是属于家己的，你像古早的一只牛，古约时代一只牛，
伊是属于主人的。主人若要给他活，伊会当工作；若要给他献祭，伊就爱死。咱的主权伫上帝手中，咱爱记上帝疼咱。咱毋是属于人，咱是上帝，毋是一个仆君，伊是咱的阿爸爸。所以咱伫伊的手中，伊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伊是乜咱？伊要将问咱的问一个人的温素特质，问一个人特质，伊要甲伊雕刻。虽然咱有缺点。有缺憾，但伊会将咱变作美好的物品、作品，叫做上帝合用的器皿。2010年，师母跟我，我去意大利 Florence， 遐有一个美术馆，真水，我去参观。遐有一个大卫的雕像。少年大卫雕像，啊！我伫遐欣赏几点钟，心内非常感动。米开朗基罗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，你若去意大利梵蒂冈，你一定去看欣赏伊的画。但是伊上高还阁是毋是迄？是伊的大理石的雕刻，无一个人通甲伊比。有一天，伊看到一大地。一大理石，在这个佛罗伦斯的路中，这个大理石在那真久啊，因为伊有一个缺憾，有一个裂痕，有一个缺憾，艺术家拢无必用，真侪人拢去看过，无必用，已经被放伫遐37年久。但是这米开朗基罗就来看，哇！伊了欣赏是要来雕刻啥？哎，伊就随口要伊想到代表，甲古里哈相拍时，伊安那徛，伊发现讲这个裂痕会当伫只个解开开，1510年，伊完成这个少年代表的雕像。最近的消息讲，这个大理石已经开始在腐啊，已经经过500年。各位朋友，上帝比米开朗基罗更加伟大。那每一个人拢有温室，拢有缺点，拢有歹的部分。咱若将咱完全交予伊，上帝要将咱歹脾气、歹思想。的心胸、心胸等等，拢要甲你堵起，然后将美好的特质要甲咱加入。安尼，上帝当就甲咱雕刻一个上帝的杰作品。你愿意？上帝，你的心就做工吗？每一个人拢有缺点，你唔通伫你的缺点内底底下行袂出来。你若讲我缺点，有团队缺点特质，但是你若将主权交予伊，上帝要将你成就杰作品。耶稣在竞选学生，咱知12个，伊毋是找迄个时代上高的人，而是上下有学问的人。伊所竞选拢直接平凡、掠鱼的人、饲羊的人。所以你拢是普通人，每一个人拢有伊个个性，拢有伊个缺点。咱研究12个学生，每一个人缺点就是无同款的脾气，有人急性，有人慢性，有人怀疑的，有人简单的。假使讲你若要普通人来带这12个啊，我咧讲你头壳真疼。但是经过3年半的，可是耶稣同在是什么意思？
都是和耶稣在因的心中做工。咱来看初代教会，这十二个学生，加做伟大的使徒，拢加做勇敢为主来做见证。你看，这掠鱼的人彼得，光头三千人受洗，过一届五千人受洗。不但啊，这掠鱼的人过也写彼得前书、前后书遐水的文章。各位朋友，虽然咱拢是卑微的人，那是上帝拣选咱，伊要负责，伊要甲你造就，要吃做上帝合用的器皿，要吃做上帝的杰作品。有人讲，我无可能，我这个人无可能吃做上帝的杰作品。是你不可能，还是你不愿意？上帝会当让任何人做伊的作品。咱来看一个人，叫做 Harry Monroe。伊27岁以前，伊甲一群人伊的朋友，伫 Detroit, Michigan 做迄个街操，结果去予政府抓去，大家拢抓伊关，但是伊是单人帮战的尔，所以该假释无抓伊关。但是呢，伊灰心丧志，饮酒消愁。伊来到芝加哥，佫大量的饮酒。伊想要去密西根湖去自杀。伊有一天也是佫饮醉醉，想要去自杀，但是行到一个位叫做 Pacific Garden Mission 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就等于。现在讲的生命线，就是讲帮助遐遐生命有问题，也是人生无意义的人，啊来遐。结果伊行到遐是去撞到迄个门，门全开开。伊倒伫这牧师讲道的下骹，啊伫遐困去啊。这个牧师叫做 Clark， 帮助伊，带伊信主。信主以后悔改真多，将主权完全交予上帝。伊阁受训呢，无几年尔，伊伫迄个较早困的位，迄个讲道位伫讲道。迄个 mission garden Pacific garden mission， 这 Clark 的领袖死以后，伊加入这个领袖。带这些人信主，带这些人生命改变。其中有一个上有名，就是米尔山的。米尔山的就是等于现在的米利古拉，伊带伊信主。伊过去青年的时，是一个酒鬼，是一个无欲望的人。这款的人敢不敢调教？但是伊认罪悔改，将主权交予上帝，伊成做伟大的仆人，成做上帝的作品。咱若要成做上帝的作品，咱一定要将咱主权交予上帝。教会也是同款哦，教会一定要将主权完全交予上帝。不是交予过去交予游团多，将来交予老三牧师，交予人的教会啊，会肥啊，但是不一定会健康。交予人的教会，人情丰富，但不一定是熟灵的甜蜜。只有有主耶稣来掌管这间教会。咱才在荣耀主。第二种的心态就是讲，当你要让上帝来雕刻的时候，你要忍受迄个
诅咒的痛苦。咱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咱大家拢熟悉吼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这个耶稣家，伊要将一个物啊，刻作一个作品，结作品，一定要将旧的书读去，旧的书若无读去，新的都无法读出来。这个耶稣家，伊开始做作，伊的头壳已经有一个拿刀在里底，迄要读去都是无爱，要保留出来都是伊需要的。伊无一个动作是无意义的，伊啊非常谨慎。当伊开始做作时，伊就看出迄个模型，一步一步，伊就成做这个结作品。上帝伫咱的心中也同款啊。所以上帝在咱身边一步一步在给你制造时，你的痛苦，但是在基督内所受的苦难是对咱有益处。伊若无给你刻，无给你迄落时，你别种接触个作品了。哪大的苦难，迄个作品都哪碎，是啊啦。因为上帝要给你雕刻，这样你才做一个个作品。这个林团都有讲过吼，我阁讲较详细。讲一块钢铁，一磅的钢铁，价值是五块尔。但是咧做迄、那个迄买的大位吼，马蹄是变成十块。但是咧做尖的时，伊变成350块。但是做刀片的时，伊变成30000块。但是做西表的碳环的时啊，你若一磅或者25000。一个无外价值的钢铁，一磅的钢铁要得到最高的价值，伊要经过偌济的极大火烧、磨光，最后才能出头天啊！出头天才能得到最高的价值。各位朋友，伫教会服侍，伫做上帝工，受苦偌济。价值偌悬，火烧人偌悬，迄寸度有哪悬？咱若伫上帝手内，咱才将食出结作品，这是共款的道理。所以，咱若伫侍奉教会侍奉，还是伫咱人生的当中，咱若真正伫基督内底，咱今仔就有可能。今天有不顺利，咱来伫基督内，咱应该是讲感谢主，因为上帝就是迄个雕刻的刀，上帝就是斧头，因为伊要来制作伊的作品。咱来看这个 George Handel， 这大龙真神吼，伟大的音乐家。伊做真济伟大的作品，咱来知影做一个上有名的就是《Hallelujah Chorus》。伫做这个作品以前 ，George Handel 是啥？伊的肾功是恶化，已经半身麻痹啊，而且伊个负债累累，伊债主要掠伊去监狱。伊要给我放出来，但是这种人，伊知影上帝在伊心中，伊还佫一个作品还袂完成，所以24天无啥食，无啥困，完成《Hallelujah Chorus》。你知影小泰然，伊做1949年的序曲，同款。一个心脏病，伊跪着，甲上帝呼求：，你要我完成这个作品，你得爱我身体健康，而无你家己去做。上帝果然
和萧泰然恢复健康，健康完成1947年的序曲。这句话真重要哦。上帝将咱放伫苦难时，是要互咱更加信靠伊，唔是要离开伊。这句话真重要，做基督徒这句话一定要记得。上帝将咱放伫苦难的所在，是要互咱更加信靠伊，唔是要离开伊。真侪人离开伊，你若离开伊，你若信靠伊，上帝将伊制作一个变作杰作品。第三点，我要来讲，就是讲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的意思是上好的安排。伊讲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。现代翻译本就是讲，上帝已经计划，迄个神圣意思是讲，上帝已经计划，伊甲咱救赎了，已经计划咱应该去做的代志。英语讲甲真清楚吼 ，which God prepare in advance for us to do， 已经甲咱准备好势。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上帝有最好的安排，唔是创造以后。啊，就放伊家己自生自灭。2013年，阮全家到坐船到阿拉斯加去佚佗。阿拉斯加真水，咱大家拢知吼。20年前，我嘛有去过，迄阵只有5个人啊。但是有一点，互阮全家上袂当袂记哩，袂当袂记上欣赏的，就是沙门返乡，归于返乡。所以这次阮过去看是，嘛是要过去看的。我会记阮全家人伫看的是，伫看的迄归于安伫跳，啊！我们大家都俄罗上帝的奇妙，鲑鱼开始时，伊的生命是伫淡水，是伫顶悬，伫冷的所在，伫悬的位，伫咧流流流流流。出生以后，伫我流到这大海大海内底，伊大部分的生命拢伫海中。但是有一天，伊生大，真足大。生大以后，伊会搁倒转，已经游到几千里，伊要搁倒转原来伊出生的所在。现在真侪科学家嘛也未当了解，伫海洋已经游到几千里，但是要回老家，要转去不可无简单咯。要出来是向下较好受，但是要起来是爱向上，所以就爱跳墙。伊爱经过生命的困难，真侪人伫遐等。我记我拄到一个人，遐拄有饭店。我讲你那边鱼仔济啊，你就去遐钓就好。伊讲免钓，甲好就好。规个拢就是乌乌，就是拢是这鲑鱼，伊唔惊死。你甲想看，已经离开遐济年。啊！要搁倒转到原来生的温啊，生的位，要搁啊搁啊生温，要搁产生后代，然后死去。沙门有一个人生的目标，请问，恁的生命有目标吗？有一个计划吗？来帮助，来达到这个目标吗？你愿意面对真多的困难跟失败，来完成这个目标吗？轮到人，上帝伫每一个人的拢有伊的计划。上帝创造人，唔是用机器，大家拢做起来拢同款，唔是，伊是一个一个做。你知影囡仔几啊岁？我有10个孙，每一个人
拢无同款的性质。同个阿公阿嬷，但是无同款的性质。甚至于相生的人，相迄落双胞胎，嘛是无同款性质。这证明上帝伊创造的智慧丰富。每一个人有伊的特点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袂当代替你，你袂当代替我。上帝创造我，就是我。既然你知影这代志，啊，那上帝安排，就是人咱一生上好安排。有一个故事，这语言吼，不是，这是希腊语言，讲有一只乌鸦。伊伫丛林内底，伫生活真无快乐，因为伊每一届伫飞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鹅，啊，迄只天鹅伫遐受罪。伊看到伊就无欢喜，因为伊个毛啊咧白湿湿，啊，伊是那只乌毛才歹看。有一天，伊就拄啊念，讲我是那生出这个毛才歹看，叫狐狸听到，狐狸讲你这个戆乌鸦。啊！你都去乌遐，逐日洗身躯。啊！你头毛，你毛都变白去啊！啊！伊讲过有理咧，所以这个乌鸦就走去这个乌，开始洗身躯，逐日洗。但是乌鸦本来伫丛林内底，伊会当食虫食啥，伊只是上高。但是去乌内底掠无鱼，甲伊要死的前一天，枵甲伫要死的前一天。伊还阁唔知道是安尼，伊个毛未变作白。各位朋友，上帝问对每一个人计划拢无同款，上帝给每一个人恩赐也无同款，请注意，唔通为你无的来发怒吼。因为我无要做这杯水哈。唔通为你无的，啊！你来 complain， 都爱珍惜你所有的，安尼你上帝才会当甲你制作加出一个作品。最后，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的行动，那我彻底所到的果效都完全。咱来读，那就是。我今天读以赛亚六十四章第八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乃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。上帝是师傅啊，咱是泥巴，伊要将咱做碗，咱就变做碗；做灰卡，咱就变做灰卡。是伊决定的，是照伊意思。所以不是那个物品重要也不重要，同样的道理，有时别人有特别的才能，你可以欣赏，但是你不能嫉妒，又不能去学。我昨天 要出来以前，昨天晚上还在看那个老三广告，哦啊，迄个啰嗦的啥？啊，洛卡伊干啥？啊，早两杯。哎，我来是讲，啊，我来做早两杯，安尼无钱。但是我都不会栽灵哩。啊，我来做起来，我看你拢歹看，是不是？所以吼，唔通学习别人，因为你唔是种人，伊是伊，你是你，上帝乎你无同款的恩赐。你应该发挥你的恩赐。圣经给咱应允，伫小事上忠心嘛。上帝安怎讲？讲要予你大代志，要交代予你。迄就是讲，你假做上帝的作品，假做伊器皿。恁知影戴德森吼，英国的戴德森，伊细汉的时候晃动。爱佚佗，咱真侪囡仔拢爱啦吼。老爸真伤心，
伫十五岁时，真奇怪呢。伊一个人进入去老爸的册房，提出一本册，迄种基督所做的工。咱拄仔讲上帝工，伊讲就是讲一个人，和基督做工，伊的结果是安那？迄本册，伊看了感动，跪伫遐悔改认罪。伊甲耶稣讲，讲你若要我变做啥，我就变做啥。迄就是讲上也要和耶稣做主权。上帝感动伊，接触宣教师，伊就开始训练，爱栽培，爱雕刻吼，唔是讲说我要做宣教师就去做宣教师，受训练21岁，坐一只小船到中国的所在。迄阵仔沿海已经有传教士，所以进入去中国内地，创立中国内地会。伊伫中国工作，到72岁死，有51年久。伊离开世间的时，205间教会内地，有8000个信徒。有宣教师828，中国的内地会，佮今仔日佫影响着中国基督徒的活命。若无内地会，今仔中国袂遐紧复兴。你看伊的第五代戴少春，也佫是为主伫做工。即几工伊到苏联去领中国人。这留学生甲生理人的青年会，基督所做的工作，你看，戴德先好身体了，这是上帝的作品，将主权交回，这是上帝的作品，所以咱若顺服上帝的行动。那特地，伊是过好就那完全。今仔，无论咱是老还是少年，无论咱是有钱还是善良，无论咱是顺利还是逆境，无论咱是大学问小学问，你拢会当叫做上帝的作品。我讲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，咱都爱。和上帝在咱的心中做工，但是和上帝在咱从心中做工，爱有两个心态。第一，就是将主权交上帝。当你将主权的交上帝，上帝要给你训练的时，你要忍受迄造就的痛苦。第三点，爱顺服上帝，迄是上好的安排。那安尼，你就成做上帝的作品。教会也是同款，咱应该将教会交予上帝。上帝伫这间教会做工，这间教会需要两个心态，将主权交予上帝，让上帝要改变这间教会，要伫普通教会甲成做宣教教会时，你有真济痛苦，你也忍受。当你顺服上帝的意思，那是上好的安排。这间教会就要加入荣耀上帝教会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是要感谢你，你在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美好之意。你是师父，我是泥巴。你爱你的儿女，每一个人都加入你的 masterpiece。结作品，求主帮助我，予我乐意欢喜，予你伫我的心上来做工。求主改变我的心态，予我欢喜将主权交予你。啊，求主帮助我，当你借助我的时，伫训练我的时，我有能力来领受迄个苦难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安排是上帝的安排。求主，予我的生命来荣耀你，予我的
家庭来尊重你，让我们的教会是来敬拜你。我们恳求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真正多谢尤牧师给咱遮水的敬德，咱每一位拢是上帝的杰作品，恭喜！即个会记即个咱着爱即个将主权交予上帝。咱过来咱要唱圣诗四十八首，主耶和华你做的名，请起立。Thank you.